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魏教练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王者荣耀体验服务的游戏视频。那今天这个新英雄成吉思汗以及玩家这个克隆战，双方都是成吉思汗，十个成吉思汗大战啊。抢先体验玩一下吧，体验服务。其实这个射手感觉还可以吧，比那个马可波罗来说应该也会顺手一些，因为马可波罗的那个射手还没有控人的技能吧，纯粹靠攻击啊，玩的好不好也靠技术吧，玩的技术也不好，因为外加这个体验服有点卡，所以玩的有的时候很困难。他说正红出的话看见了，这个好差，这些家伙家这草丛埋了两颗地雷陷阱啊，不过陷阱初期伤害也不是很高，刚才给他们中了两颗陷阱，我也没去多大血的，也就是在地图上显示一下我在这里是吧，证明我在这里，对方能看到我在那里。那我方现在没有选择是全部走中路，各自走各的，中路有两个，有的时候打团很多人都喜欢一群人往中间冲，他前期中间冲一下也没什么用啊，你也不可能一口气冲到底把人家顶拆了吧，那会卡的，不管什么英雄你前期都可能一下子把人家推掉，所以还是选择分开一下好了，分开他将开来发育也快，你一个人全部集中在一起打的话发育很慢的，就算前期就前期那一波吧，你中间一波可能会胜利一下，就暂时领先优势一下，但后期就也麻烦，因为我们陷阱到处乱扔，看看对方能不能中陷阱，因为陷阱扔了基本过几秒钟大家都看不见，谁扔了谁看得见，谁扔了对方看不见啊！这里扔个野区看看有没有人出来，这么快打暴君啊，我们这个攻击伤害人家不行啊，打暴君还有点难度，从里面扔，哪里都扔，射塔，小样跑什么跑啊！最后下还没抢到人啊，被那个陷阱应该是被陷阱打死的，我者自以为强者，骑着蓝的人，骑着飞太蓝的啊，成吉思汗刚才那里扔了一个陷阱，敌方中弹了，中计了，中陷阱了，我们来测一下，骑的这狼应该也要有叫声对吧，那个关羽骑的马还有马蹄声呢，关羽死了之后，还马的打，马的叫声还能更真实呢。还骑马的话，有那种马叫声也好一点。这骑狼要是有那种狼，那种呜呜声是吧？呜呜呜那种声音啊，狼吼的声音，那也不错。
两个强者，因为我和主任三比零啊，已经可以了，三比一。甘肃领先一下，又挂了一个干射，干射，大招提射，射他，射他，射他，射死一个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这么多陷阱，我玩那个直接被陷阱炸死了。还好我没中弹啊，我还能活着，这不多打一下。如果大家有体验服的话，应该可以搜索这个这个我的名字，应该可以搜索到，然后加完加好友在体验服里面对打了。体验服资格比较难申请，而且有固定的时间申请的。上一次是200,000人申请，一下一天之内就被抢掉，一天之内这个资格就被抢完了。好，快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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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又去杀一个，加个气血之刃，走人，走人，走人，随机补补血。有一个挂，嗯，不是，是对方挂了吧，被打射死了。哎，开局打了妈比尔，然后拆了对方几个塔，对方的一塔全部被拆了，然后拆下路二塔。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。这个没人来干扰我开塔呀，这个到处放个陷阱，省得他们来干扰。好像10-3，11-3了，同样是成吉思汗，对方怎么打的呢？这把挺爽的，对方认输了，这么快？可能对方有个坑货吧，或者对方遇到有个挂机的，可能打了就挂了。我们先继续开个比分吧，然后本期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Yeah.